主料鲑鱼500克，辅料葱姜料酒老抽盐白胡椒粉糖油鸡精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鲑鱼挖去内脏，洗净沥干，葱姜用刀切成片，容易入味。葱姜洗净，葱切末，姜切片，锅热油，姜爆香后放入鲑鱼，稍发动煎一下，倒料酒老抽，同时放入盐糖白胡椒粉和水，盖上盖，大火烧开，煮5分钟，中间翻炒一下，继续慢烧2分钟，开盖，撒入鸡精葱花，翻匀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在烹饪鱼中不仅加料酒，可以再加白胡椒粉更去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